安尼你就，
你要你要专心哦，护持三宝啊，安尼就会使。我袂使袂使讲哦，袂使讲啊，学好啦，就无要去从事工作哦，要赚钱，无吼，就无要赚钱，这款想法是无啥对的哦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有一个观念吼，恁爱正确哦。哎，好不错。哎，再说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是无咧做嘛，但是有个人吼，真爱做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只要拿来上课去啦，我就是那上课的人。啊，把大家看时阵啊，这天气遐歹，这啊，所以你若讲哦，那是对国家有帮忙的。他的他不是要得利哦，他不是因为贪，那那个还另当别论啊。他不是为了贪，还另当别论。而且是为了国家哦，福利的哦，还另当别论。那你哪不是啊？呢，不是为了。国家福利，爱顾伊着贪的，迄当然袂使咯。迄靠人活地是安尼，吼、哦。我因为话无绝对啦，绝对安那会使啦，绝对安那袂使。迄种啊，话是爱活用的，吼、哦。但是吼、哦，直接来健康的面，安尼毋只不愧对良心，吼、哦，毋只袂有无好因果。因为爱太苛论个因果问题，一般会有因果，有无好因果，就是因为有三毒的，了，如果三毒的就无啊，都是无好因果，都是病好的，有三毒的，会因地心吼，会无好因果，啊，遐要注意个物件。好，我们翻到464页。第五行，破时多闻圣弟子施以正念。然施以正念，那是做正常的哦，普通人啊，能够欢呼啊。这佛经里底吼，佛陀有讲过比喻吼，什么比喻呢？就是讲，一只鹿吼，一只老鹿吼，伊本身若口渴，啊若看到羊宴的时候，他就有一股冲动的，会得过去不行，一直念。啊，人若见现前的时阵吼，很容易就失去正念。杨燕知啦吼，阳焰是怎样呢？其实也是吼、哦，太阳大热天的时候，啊，土坎就曝甲烧烧嘛，啊，接近吼、哦、地上的迄个空气吼、哦，比较热，啊，热的时候伊空伊就膨胀，啊，膨胀吼、哦，相对伊起伊个重量较轻，啊，顶管的冷空气的重量。所以你看，咱若咧电视内底报告气象，拢会高气压、啊低气压。高气压就表示迄空气较重，迄高气压。啊，若空气
较小的就变做机器啊。啊，你若注意看电视咧，咧过气枪拢是高气压电视啊。所以顶个空气是高气压，热的空气是机器啊。哦，啊，就因为伊个冷热空气咧对流的时阵哦，啊，太阳光照射落来，啊，折射。射到空气之后，折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，啊，你感觉说哇，头前那呢，那我会从地面上，我的水蒸气起来，我一直水蒸气一直起来，啊，那个叫做阳焰。啊，其实那不是水蒸气，那是一款的大自然哦，冷热空气对流折射。啊，入去咱的眼睛，可能就感觉讲，哦，远远看，刚刚有水蒸气在起来。但是这个现象，你对一个人，或者是一只鹿哦，龙啊那边嘴大，伊是袂看到迄个个哪种位的，因为就是伊嘴大，刚刚讲哇，遐有水蒸气咧起来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要去遐找绿洲哦，看有水通去啉无，就咧装起啊。迄个一装起了，哇，啊，毋是。不是绿洲，哦，反而是呢，哦，那个是沙漠啊，后面啦，哦，这种一抓，那关了一个老多济啊，搁去解呀，哦，搁看无哦，啊，所以就愈脆大，搁愈灰，哦，愈掠狂，哦，啊，愈掠狂，伊就愈想要，愈想要有注意的所在。啊，愈想要有注意的所在咧，即款咧阳焰的现象，伊就一直出现，一直出现，伊就愈肿起。啊，结果咧肿起了，一个傻。所以世间人就是安尼。刚刚吼，一只鹿吼，口渴，啊，看到迄个物件吼，看到类似是水的物件，一直想要爱，无爱佫袂使咧，因为嘴干嘛。所以你在讲哦，那些人咧恭敬是咧洒甘露水，哦，会当吼降低诶众生口渴的程度。所以听佛法，就敢若咧啉甘露水，较袂嘴干咧。啊无咯，你若愈嘴干，你愈看着阳焰，你就愈想要走，啊无走都袂使，因为嘴干。所以佛陀讲，这世间有念的人，就是安尼，啊，唔只系大家失去正念，啊，其实是啥？其实是以阿赖耶识来的，炸到一个业种体，炸到一个业种体，哦，阿姨，哦，伊家己唔知影，所以，伫个经内底吼，一个菩萨伊嘛问佛陀。哦，佛陀，你讲的这比喻吼，我是拢听。但是呢，有那些咱家己接现前的时候，我看无呢，所以吼，我都懂呢。啊，安尼是变怎？我拄仔讲这比喻吼，至少那鹿可以用眼睛看，还可以看得懂。说啊，那个阳焰是假的，哦，那个人讲啊，那是真的。诶，阳焰那是假，你来用目睭看吼，你要注意，那是真正是阳焰。用目睭看，咱来讲，伊搁加减听吼。啊，也毋是咧，要用目睭看看无咧。哦，也毋是咧，要用目睭看看无咧。叫他用啥看，你不知？哦，啊，所以人啊，需要用心看的时阵吼。你讲你感觉有禅定的功夫，哎呀，没。所以人的心若无静落来哦，你就是有业，你我是看不消。伊个我都用目睭看。这是一个足重要所在，所以人啊。